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黑衣侦探。今天枫丹水神，哦不，是枫丹著名表演艺术家冯静娜及白竹的首日流水数据终于是出炉了。先来看某麦的直线图，如视频所示，这第一天的涨势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，虽然看着好像刚过了点平均线，哎，谁让娱乐大师不在了呢？某麦的数据有时候还是比较抽象的，大家还是要以后面的排名数据为准。各国家地区排名的话，目前是在全球88个国家及地区中排名前10，人气四大区里，国服是于第一时间超越王者荣耀、逆水寒成功登顶。注意看后面的云原神，这次都取得了排名第6的好成绩，总榜上是排在第12。要知道当年 3.2 须弥时的小草神云原神总榜也就维持在第10位左右，这七神的吸金能力当真是恐怖如斯啊。美服是稍微逊色一点，目前是排在第3，日韩服的话则跟国服差不多，都是在第一时间同步登顶。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卡池超猛银数据了，可以看到本期的枫静娜白竹池是于昨天下午4点正式超越猛银。那截止到老黑视频制作时，是已经有12个小时之多了。参考上面云原神的排名情况，老黑感觉这期枫静娜保守也得有超猛银80到100个小时的数据啊，堪称老米今年最佳的卡池流水。然后就是卡池抽取方面的讯息了，目前第一日共产生了55,798只枫静娜，1676只白竹。啊，这个比例是恐怖的33:1，感觉白大夫这波都可以直接无视掉了。老黑这里再顺便贴组去年 3.2 纳西达的首日抽取数据，可以看到即便强如小草神，首日也只有43,486的抽取量，真就是一代神明更比一代强呗。啊，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说冯静娜只是个普通人，但在老黑心目中他永远是枫丹最正义的正义之神，首日流水能有如此表现，其实已经间接证明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了。那接着就说下卡池出货情况吧，可以看到五星角色里歪到最多的一次是迪西亚、七七、琴、提娜里，四星角色里出货最多的一次是科莱、北斗、夏洛蒂。还是老规矩，新四星角色的出货率嘛，大家都懂的。那最后就说下枫静娜目前的大众风评吧，两极分化还是很严重的，像老黑这种不怎么在乎强度的剧情党肯定是第一时间梭哈满不后悔，但很多强度党老哥就有点接受不能了，纷纷吐槽道烂完了，真是烂完了，这枫静娜除了辅助水龙王还能辅助谁？六命还没霸体，普攻也没变动，除了水龙王带队进其他队那就是自带流血狗，还是流血威力加强版的那种，太难顶了，堪称一个食之无肉弃之可惜。反正就以老黑的实际体验来看，这枫静娜虽然能切形态回血，但玩起来实在是太累了，高压的深渊环境哪能让你这么切，基本就是定位负 C 以及全队增伤，队伍里绑定奶妈应该是既定共识。命座方面的话，一命较鸡肋，增幅约110左右，二命增幅160，三命增幅170，四命增幅196，算是个机制命座，能彻底解决冯静娜的大招充能问题。五命增幅220，六命增幅260，并获得水附魔的战场能力提升，还是都有提升的，只是有多有少罢了，大家还是视钱包储备自行抉择吧。至于冯静娜剧情方面的争议，篇幅有限，下期老黑再跟大家好好聊聊。